因为他三分之二以上的连计划都没有，连环评都没有，连可行性都没有，他可以说要给他。那我们关大中和树林的二期，我们通通都已经 OK 了，就等民生。我想国民党团里面提到的很多的重点啊，其实包括了这个审核标准不一。 没有经过完评，没有经过这个可行性评估，而且对于很多的县市，包括双北非常不公平，我想这些都是主要的原因啊。那这些可能都需要行政院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，尤其是计划的部分，是不是门就关起来了，或者是说没有办法修改，还是可以修改，这些都需要我们大家得到一个答案。